零下十七度，架車喺外邊泊咗一晚。咁啊，而家亂緊架車。等個十秒鐘啦，開車出嚟買杯咖啡。就係咁樣。箱咧喺入邊嚟嘅，因為架車有一定嘅水氣啊嘛，佢升上嚟咪停咗度啦。好啦，褪後嘅車啦。零下十七度啊！而家扭嘅呢個胎環咧好重嘅，因為個 steering fluid 咧，嗰個風油胎個油啊，仲係好結嘅。佢如果搞得咁上下咧，令到佢熱咗咧，個阻力就細好多啦。將個 heat 咧開翻大佢，開大曬嘅 heat， 咁睇下幾時可以變清啦。這個胎環咧摸落去咧，好似揸住嚿冰咁樣。我又唔記得戴手套上車咯。見到一樓嘅輕煙升上嚟嗰度啦，就係 Oshawa 嘅 hospital 啊，即係 Simcoe Street、Simcoe 街嘅。先咧，我落車嘅時候保持住五十公里，咁咧旁邊咧有兩架車，佢應該會六十公里過咗我嘅。其實咧係非常危險。如果遇到我揸呢架車上山咧，我就用七十公里上山嘅，因為我呢架車嘅車身輕啦，仲好過 centre fit 啊，個 centre fit 咧要抌到啊地台油咁滯咧，然後先去到高速上。擒呢個三休嘅，我呢架車咧係咁以一路吊住個轉數咧，由千五轉一路上二千轉二千幾咁樣，架車已經去到七十公里，甚至七十幾公里嘅。